子呢，他是一个主播，曾经是一个主播，也达到月入过万的收入。那为什么他会选择全职经营古山呢？到底是因为为什么呢？然后他在这里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团队。那话不多说，让我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就业位讲师 Joy 老师。